半没回家，好多快递呀！拆完了快递，主要自己有买这个。这是给宝宝洗衣服用的一个洗衣液，我买了两大瓶，因为想着以后可能用的挺勤的。然后还买了这个，这个是专门洗一些丝绸之类的衣服的，这瓶就稍微小一点。然后还送了一些七七八八的小样，然后买了件孕妇装、打蛋器、烧烤夹，然后还有我老公买的一些。牛肉干，他超爱吃这个牛肉干。对，我现在整理一下。他的早饭是四个荷包蛋，再加一个手抓饼，看起来非常的丰盛。腮红和眼影用的都是这个 NARS 的，有点脏。色号是 Sex Appeal， 这个颜色很淡，我觉得日常妆就还挺好看的。这样一个颜色，涂个唇膏就可以了。唇膏我用的是爱马仕的这一支，这支买了其实挺久的，但是出奇的好用。最近才开始用，我们在我公婆家待了一个礼拜，然后昨天晚上刚回到家，今天就打算在家里哪里都不去，但是还是想说化一个妆，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。然后我们昨天有到一个小冰箱，我还没有拆，因为那个太，就是说是小冰箱，其实也有就是半个人那么高，我有点稍微拆不动，我一会儿让我老公把它拆了。那个小冰箱呢，是专门拿来放小孩子的水奶的，我们已经囤了十箱水奶了。最近天气开始变热了，我一直把它放在家里的储藏间里面，我怕它那个温度有点太高了，它超过25度就会变质，所以一会儿我打算把那个小冰箱拆了，拆了之后把水奶全部都放进去。对了，然后我现在已经27周加5天啦，就马上就28周了，就到孕晚期了。我有好多好多东西没买，一到孕晚期这个焦虑感就上来了，所以我今天还打算把我就是生产之前要买的所有东西都列一个表，然后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加购，加购物车之后呢，我打算等618的时候全部一起下单。但是我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担心，因为我的预产期是在7月底，但是其实足月是6月底就足月了，足月之后就是随时都有可能生，我就有点害怕，如果我618下单，然后现在疫情这个物流又那么不稳定的话，会不会就是到时候我要生了，结果待产包还没来。所以我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在焦虑这个事情，但是我看大部分的人好像都还是就是足月之后可能再过一两个礼拜，就是早的话才会有反应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一定要在28周左右把我所有要买的东西全部列出来，然后我要购物车加好，这样至少就是真的觉得需要的时候可以一键下单。另外呢，我也有零零散散在买一些小孩子的东西了，就最近也会七七八八的到，像昨天已经到了小孩子的洗衣液，原来去门店买的一些衣服都已经放在家里了。
我打算等所有东西到了之后一起全部洗一遍。之前在搬家进来的时候就买了一个小的洗衣机，平时我是用它来洗我的内衣的，那之后就可能给小孩子用，洗小孩子的一些东西，因为它那个上面就是还有专门的选项是可以选，就是给宝宝洗衣服之类的。那么说起来，我感觉一天在家事情其实还挺多的，又是在家这里那里的一天。把它放在阳台这边啦，这里是一个煮茶煮咖啡的一个台子，对，然后等它开花。刚刚出去买了个肉，结果它炸开了，这一朵也是，还有这边这一朵开的巨大，好漂亮啊。都是小朋友的口粮。Hello， 大家！前两天呢，买了一个冰滴壶，这个冰滴壶可以拿来做冰滴咖啡或者是冰滴茶。今天晚上呢，我的小姐妹要来家里吃饭，然后我想给她们做一个冰奶茶喝，因为外面的奶茶含糖量太高了，我想做一个无糖奶茶，所以今天打算来试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用。我看了一下说明书，这个使用方法还挺简单的，需要用到的呢只有茶叶、冰块还有水这三样东西，把它装进去，然后让它自己 process 就够了。对，那我们开始做，希望能成功。茶叶我用的是乌龙茶。就需要把这个放到上面，把这个放到上面之后往里面加一点点水。你们有看到它在滴吗？但这个似乎太快了。我看它上面是推荐十秒钟可以滴六滴的话，这个速率是最好的，所以我现在要计算一下。对，那我现在呢就把它放在这里，让它自己慢慢的滴漏，等下午再来看看它怎么样了。希望我的小姐妹来之前这桶东西可以成功。今天的早饭是两片吐司，一片三色吐司，一片这个是小兔子形状，但它卷了起来，然后是无糖酸奶，加了麦片、桑果，还有蓝莓。Hello， 大家，昨天晚上没有跟你们更新我的冰滴茶做的怎么样，因为它失败了。就是它冰滴出来的茶，其实茶味没有特别浓，没有热水泡的茶那么浓，所以最后拿来做奶茶的话也没有很成功。对，下次再尝试一下，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做成功之类的吧。然后来拆个快递。
昨天晚上呢，小姐妹来我家里吃饭了，几个女生一起吃吃喝喝，然后聊聊天，我也没有录很多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摄像机放在旁边就多少会有点不自然，还是更加轻松一点会比较好。然后呢，我小姐妹送了我一个这个东西，超可爱，这是一个可以卡在那个车上的一个石膏做的这样一个装饰品，然后可以往上面撒香水什么之类的。我车上已经有好几个了，这是我小姐妹送我的第二个，据说这个是完全手工做的，我觉得超级可爱的郁金香。对，然后今天出门的时候打算就把它挂到车上。那今天中饭呢，就也不是很想自己做，就叫了个外卖。然后今天晚餐的话也打算出去吃，因为我现在发现我站的时间久了之后，我的腿会很酸，感觉我的双腿已经无法支撑我上半身，我的肚子再加身体的这个重量了。总之就是站久了会很不舒服，然后坐久了也会很不舒服，所以就是时常要站一会儿坐一会儿，然后到处走走这样子。那今天呢是意义上进入孕晚期的第一天，就是今天是正好28周。孕晚期带给我的惊喜呢是两只手上都长了很多小红点，然后医生就跟我说这是湿疹，因为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痒，那我也比较担心这个对宝宝会不会有影响。如果他说真的很痒的话，可以用一些药膏，但是我觉得我的痒的程度还能接受得了，而且除了两个手背上之外，全身上下都其他地方都没有了。他说那建议就涂点护手霜什么之类的，先观察几天看看，不去挠它的话它就是慢慢自己会好，毕竟就是还好不是说全身上下很多嘛。我觉得这可能是跟孕期身体激素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，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孕晚期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非常容易体力不支，我这几天下午会坐在沙发上面看书，结果看着看着自己就睡着了。我之前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午睡的人，并且我午睡了的话是会影响到晚上的休息的，结果我现在居然会在沙发上每天下午就这样睡着，然后晚上并且也睡眠就是挺好的，基本上都在8个小时以上。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也跟到了孕晚期有关系吧。总之我觉得进入孕晚期之后，我的身体还是发生了蛮多变化的，特别是在体力上，我觉得真的大不如以前。因为我自认为我以前还是一个精力比较充沛的这样一个人，现在就感觉真的就是累了有些时候。所以最近呢，我也适当减少了一些外出的机会，然后尽量都待在家里，保持就是身心愉悦吧，我只能这样说。希望能快快度过孕晚期，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收到花花啦，今天是母亲节，然后物业给我送了花，是两朵紫色的郁金香，超可爱的，跟我早上拆的那个车挂很像，对不对？都是郁金香。然后收到了一张碟，这个碟是朗朗和那个月子中心一起出的一张碟，线上音乐会类似的吧，然后它后面有曲目，说是母亲节的礼物。然后还有小孩子的衣服，到了3件，我买很多这个小帆船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样子也很好看，然后性价比也很高。我已经买了很多件了，但是就忍不住看到这个又买了，觉得还是很可爱。然后小孩子的衣服一定要买这种前面就是可以打开的，否则会真的很难穿，就是套头的会对小小孩不太友好。还有一件当当小粉红，还有一件这种粉红色的格子，太可爱了，喜欢。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买了一条孕妇裙，它是这种 A 型的黑色的无袖，还蛮大的，我一会儿去试试看大小。对，就是这些东西。对，准备出门吃饭，换了条裙子，这个裙子超级遮肚子，是优衣库的，很好穿。
我已经吃完夜宵回到家里啦，然后我现在打算去洗洗睡了，因为时间也不早了。对，那这就是这一期 vlog 的所有内容啦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想看的内容呢，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在家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单一蛮重复的，就可能会显得有些无聊。那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内容都可以告诉我，来丰富一下我 vlog 的内容。对，那希望你们喜欢我的 vlog， 我们下礼拜见啦，拜拜。